跟怪物公园很相似，但它的奖励不是经验，而是金币。啊，你每天都参与的话，它会有那个额外奖励，是吧？如果你进入比你等级还低的那副本，就会拿到50%的那个奖励。有个旅行包，旅行包有一个那个金币袋子，金币银行储存罐，然后一个五星的，才五星，也才五星，咒语痕迹，然后经验值，超级药水，然后是一个椅子。啊，它是储存金币的，每3秒会储存1000。它一定要选那个等级相符的那个图，不然的话这收益会少一点。这当个。赵和村，畜生！畜生！畜生！他们国际服是有火力金融的。
林金融，这个就是那个怪物手册上的女老板。他们停车场的，这么多车。啊，就是蟒蛇。那火灵金融那个蟒蛇的图其实很适合练级。最后这图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秃头怪，那秃头的那个人，然后你也看到这个老板，啊，这个人。啊，就是这只怪物了。